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 是新雅室内乐协会的创始人以及艺术总监。很感谢多位朋友在过去一年对我以及新雅的支持。新雅致力于创造出一个新的音乐文化，结合东西方的音乐和表演艺术，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以及听觉的体验，也给台湾年轻一辈的杰出音乐家更多的演出机会。新雅将在11月9号于纽约河滨教堂举办第三届募款餐会，届时希望可以看到各位前辈以及朋友。若无法出席，我们也有多项赞助支持的方式。你们的参与将会让台湾的音乐家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。